我刚刚又重新打了一次进去。哦、oh, ，OK，I think it's connecting now。Hi James， 哎、hey, hey, 你好。Hi，Sorry， 我刚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好 ，So， 你还是留胡子哦？刮了，然后又长出来了。好，所以呢，So I'm going to 就是跟你解释一下，还有跟大家，因为这来的比较就是这个 idea 是来的比较 last minute， 但是一直都有想，只是说现在我们过了那个 Labor Day 嘛。那所以呢，就是说，学校等于说一个 mental note， right？ 学校刚开始，然后，哇，你后面有那个黑板，办公室，我在办公室，我今天在旁边。哦、oh, ，OK， 哎，对，所以呢，就是说，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因为呢，这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就是其实你的 last 2 weeks， 那我接到很多，就是说，我客人从就是其他外州，还有 China， 特别是 China。父母呢关心我们纽约的房产情况，因为他们最近有投资，还有最近就小朋友这边上学，那还住在这边，所以呢，他们在网上呢听到一些关于纽约的治安啊、房产啊的，就是说情况，那所以呢就是挺担心，所以他们想问我说到底真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所以就让我就是也觉得说 I took a summer break， 就是说也觉得说我们继续这样子往上呢，每个就是我就把它变成每个星期一个简短的大概就是20-30分钟一个简短的每个礼拜的一个就是说市场的就是概况，还有因为身为纽约市身为纽约居民的话，在这边的话，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一个，就是说，实际的情况，而不是让很多人在网上、微信上看到一些文章报道，真的是有点，就是说，火了，就是说，比方说，我一个中国父母呢，就是，传这个微信的文章给我，这个微信的文章是，从这个美加，就是啊，对不起，加拿大的西部。就是一个就是地产公司的经纪人写的微信的文章，那基本上描述就是说，几个大概哈，就是说纽约呢，富人都逃走了，剩下来的剩在纽约的，就是没有逃的，就是都是一些穷人。啊、哦，然后这个纽约的多安现在很危险什么之类的，那我看了就让我觉得说，基本上就觉得说更是进一步的那个义务了，就是说来告知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情况，那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每个礼拜每个星期三呢11点大概就是我们一个很简短的报告，然后呢但是大家关于房产的话我们一定会讲到这个贷款，那就是讲到贷款的话，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星期三也请就是那 James 呢一开始就先跟我们就是报告一下我们就是现在贷款利率，然后呢我就在这个贷款之后呢我们就会 release James 看就是他开会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进入跟大家进一步深谈现在的就是说市场的这个活动，比方说就是曼哈顿市场因为我可能还是集中在曼哈顿、布鲁克林还有皇后区三区，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的市场情况，包括就是买卖跟租房哈、租人这样子。那我们11点呢，有些人在中国是比较晚，但是我们会就是说在Facebook 上同时 live， 然后呢也会 recording。晚一点就是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 weekly 这个 clip 这样子，对。好，那所以我们就开始，然后呢，跟这个请那个 James 呢，跟我们就是讲一下现在的贷款。我们知道这个贷款很低，那所以呢，就是说，很适合大家就是一个抓住一个机会的。但是我就请 James 跟我们解释。好，没有问题，谢谢 Anne，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很荣幸来到你的这个 channel 来跟大家分享。那我现在来 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最近最近这个利息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这样子。哎 ，James， 你的声音很小声。你等我一下。
这样子有没有好一点？我刚刚拉到最大声。可以可以。OK， I'm not sure why。OK， 好，我先 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在这边先跟大家share 的看得到吗？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看得到，对。跟大家看的是就是这过去30天的 washi 52的52个礼拜的这个利息的 average 啊、哦，那三十年FRM 就是固定的贷款，平均在平均是3.0左右。那在这个52个州里面，最低的时候是跌到2.81，然后最高是4.15。15年的话，它的最低是2.5啊，然后然后如果你看它在最低的话是2.375，然后到3.90这样子。那我这边显示给各位的是所谓的 Fannie Mae 的贷款啊，是 Fannie Mae。然后在这下面这边有一个 FHA 是 government 那种低收入不是低投期款的。program， 那它的利息就更低了，它的利息在2.38，然后最低的时候是跌到2.25，最高的时候在4.0。那如果是以曼哈顿的市场的话，就是所谓我们的巨额贷款 jumbo loan， 那 jumbo loan 的利场的利率还是大概在3.47左右，所以最大的浮动的是这个 conventional Fannie Mae 的这个贷款这样子。那5/1 RARM 就是五年固定，然后五年之后固定的。这样的利息它现在大概在2.80左右这样子。那各位可以在接下来一个 chart 要给各位看的就是过去这一个礼拜的 activity 好、哦、那过去一个礼拜的话 refinance 反而的利息掉下来了对不起 refinance 的这个 application 就它申请表格跟过去比的话它是跟上个周比的话它是比较它的量是比较少 purchase 哦涨了 2.4%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 refinance 会掉下来 ，purchase 上来？因为有现在等于现在的市场就像是spring season 一样，很多人现在在买。那 refinance 的这个 application 掉下来，是因为 Fannie Mae 在3个礼拜之前，他已经 make announcement， 他要 impose 一些新的费用在 refinance， 所以 refinance 的这个利息全面涨上来了，所有的银行都把这个 cost。都已经加入他们的这个利率的成本，所以利息有稍微上 refinance 的重新贷款的利息有上来一点，那可是 purchase 买房子的利息没有变，然后利息还是非常火爆，所以上个礼拜 week over week 它一直在往上涨，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year over year 是涨了31%，所以比去年涨了你的这个mortgage application 多了31%，涨了31%。对，然后 refinance 是去年是多了是4%，可是 overall 是多的整个 activity 是31%这样，所以是非常火爆的。所以就是说，跟一般人的外面的人可能想法不太一样，可能大家觉得说现在是就是说 pandemic， 然后呢这个很多的失业状况，但是呢没有想到说这个即使房产市场就是说贷款还是这么活络。是的，是非常非常火爆，非常火爆。然后在这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这个叫做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那这个就是这个是衡量这个债券。那债券的话，它的变动每天都变动很多。不过呢，这个给大家看的就是一个 indication， 就是利息还是在最低的谷点，在这有史历史以上是最低的是买的。是最低的，所以各位想要进场的话，现在是非常非常好的时机，这样子。所以那所以 James 就是说，我现在常就以贷款情况来听好了哈，就是说一些买家就是说，因为那个联准会也说，就是说有Fed 表示了，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interest rate 可能会就是持续就是说低一段foreseeable future 在一段时间。所以说你自己本身也觉得说我们的贷款利率大概也不会就是浮动太大，可能还是会就说挺低的这样子。对，我觉得在接下来这个月跟下个月应该都不会有多大的变动。我个人觉得说有变动的话就要看大选之后。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二零
16年大选的第二天利息有变动的浮动蛮大，那一个礼拜变动很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月跟下个月应该没什么，那现在就看大选之后but you know 也许这个只是看之前的历史而已，给大家一个 heads up 就这样子而已，可是不是一个 indication 会不会涨上来，只是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有在看房子的话，这两个月可能是个好时机这样子。这样，那你可以很快就是跟大家就是在就是讲一下这个银行呢对买家的就是要求，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就是说我们 post 之后会有不同的这个 audience， 就我们每次就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要求是什么这样子。可以，没有问题。那在贷款这边呢，其实有分两个步，最简单的分法是有两个分法。查收入跟不查收入，那做查收入的话，银行就会想要看个人的报税单，他的工资来做这个贷款这样子。那有些客人他们可能不愿意把这方面的文件给银行看，那也可以做这方面的贷款。那这边的这样的做法就是所谓的不查收入，那不查收入的话利息就稍微高一点，所以基本上就是分这两个方式来这个运作这样子，那他们的利息当然就有点不同，能查收入的利息就会稍微便宜一点，不查收入的话利息就稍微贵一点，然后可能手续费也会比较多一点这样子。OK， 好，然后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说James 呢是Citizen Bank 的贷款专家，然后我们在很多贷款上呢，我发现就是说大银行就是说比方说 Chase 啊 City 啊就是说一些大银行它的标准是比较就是说是很严格，那通常呢就是说small to mid size 的这个银行呢可能就是在贷款上可能会有比较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会比较宽松呢，你觉得？是的，因为每家银行有他们自己的这个风险的这个 risk 这样的 appetite， 那大一点的银行它就可能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更加保守，尤其是疫情这段时间会更加保守。小一点的话，我们可能这个 exposure 没有像大银行那么大，所以然后我们looking for growth， 所以我们也会比较没有那么严格。打个比方讲，很多银行都不愿意做贷款超过90%-80%哈，就是代表就是说客人，一般来讲，银行会希望客人能放到20%的头期款这样子，然后借80%或者是放多一点。那很多银行现在就是说甚至连20%，他们都希望客人能多放一点，到25%这样子。那我们 Citizen 现在还可以做到10%的头期款。然后借到200万的贷款金额这样子，到90%这样子，对，所以还是有一些差别这样子。好，谢谢 James。那还有什么其他要说的吗？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就是要找你过来，就是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贷款界的就是新消息啊什么之类的。对，在这边就是还是跟，因为我们的主要的客户群还是华人嘛。那在这边还是跟各位还是跟各位那个建议，就是如果有亲戚帮忙要给头期款做赠与的话我还是建议各位赶快把钱打进去，不要等到看好房子再来，因为会 create 真的很多unnecessary 这些 paperwork， 甚至会影响到贷款这样子。我最近就是碰到很多客人等到看到房子才把钱打进来，结果那些钱打进来的 source 也是很复杂，然后不容易去 provide 这些 paperwork 证明这些钱是哪里来的，所以 create 了一些很 unnecessary 的这些 paperwork， 然后甚至影响到贷款这样。所以还是跟各位建议如果已经想要看房子的，就赶快叫家人把钱汇到你们的户口里面，然后让那笔钱在你们户口里面待过2-3个月以上，最好的做法这样子。OK， 好，谢谢。然后呢，因为你现在在 office 嘛，那你的 office 是在Grand Central。Grand Central， 那你觉得现在 Midtown 的这个traffic 怎么样？就是说回去上班的人，你就说，因为我一般回去 office 的话，我都是看这个外面这个数窗户有多少个灯嘛，哈，然后来做一个代表，对。我今天第一次坐 subway， 从3月份到现在第一次坐。
所以 Subway 里面每个人都很有礼貌，然后也不是很多人，然后都有戴口罩，所以 that was very good。Grand Central 那边的话，真的八九点的时候，哇，没有看到这么空的，没有看到这么空的 Grand Central，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空的 Grand Central。啊哈，啊哈，对。办公室那边还是有来的一些人这样子。不过 overall 感觉还 OK， you know， 就是要 be on the alert 这样子，小心一点这样。要对，好，我觉得因为提到这个subject呢，就是说我就提到从这个商业哈，从因为我现在跟大家报下一个要跟大家报的是一个住宅市场，那但是我想从商业引到住宅市场，因为呢就是说这对我们住宅市场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大家知道就是说 Manhattan 的 Midtown 哈，就是你在 Grand Central， 我的办公室在这个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大概过去我已经快要三个礼拜没进办公室了。但是呢，我尽量是这样维持每进去一次，就是一个礼拜进去一次这样子。因为现在，基本上我进办公室的一个 commute cost， 以前是坐这个 Uber Via， Uber Via 的话就搭 carpool 很方便，然后也 cost saving 很快这样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些 carpool 了哈，没有搭共乘了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如果搭的话，这个就是成本就其实增高很多倍了。那如果说骑脚踏车呢，曼哈顿可能还不是一个很适合骑脚踏车的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因为很多 avenue 大道，我已经利用过去三个月来试这个怎么样通勤是最好的啊。我从六月底，对不起，六月二十二号，六月底、七月、八月来试看。那我的结论就是说，我如果要回去上班，那我应该还是回去搭这个地铁。那因为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搭地铁了，所以现在就开始回去搭地铁。那所以呢，地铁呢，对，所以我这几天也在搭地铁。那我就看到就是说，真的是空很多哈，这个空很多。那但是大家也都是现在已经就纽约客其实对于这个戴口罩呢，大家其实执行的很好这样子。那地铁上也很就是说也很干净。所以呢，我觉得是，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做好保护措施，就是说我因为上地铁的时候 more or less 你会抓这个杆子嘛， right， 抓这个，所以我是有戴手套， you know， 我 I always wear glove 这样子，然后戴手套呢，然后一出地铁我就用酒精喷一下，双手搓一下，然后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把手套拿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都准备好的。对对，然后所以我在就是这个 update 呢，我就想跟大家从几个每个礼拜会跟大家报告一些就是说很基本的论点，也不是太深，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市场情况。所以呢，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就是说这个报告说纽约穷人都跑光了，留下来都是穷人，对，纽约富人都跑光了，留下来是穷人。这个真的是有点夸大其词哦。那我们是没有错，我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从三月开始 pandemic 之后呢，到就是说七八月，确实是很多的人呢，特别是家庭有小孩的，他为了不让小孩子一直待在这个就是说曼哈顿这个公寓室里面，可以让小孩子有郊外的地方去跑，那他们通常就是往这个郊外跑啊，就是去 temporary summer rental 哈，比方说到 Hampton， 到这个 Rochester， New Jersey， 或是上Upstate New York 这样子，那是有这一部群但是呢不是全部曼哈顿人都穷富人都跑光了。然后另外第二就是说办公室，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的commercial office 呢，我们大概只有based on statistics 大概只有不到一成的这个员工回到办公室来上班，那很多是大部分的公司还就是让员工去 remote 就是说在家上班这样子。那比方说像 Google Facebook 就是他们到明年的七月才让员工回家上班。那在曼哈顿所有几乎大部分的 office 呢，就是说从刚开始的时候呢，六月底的时候，我看每栋楼大概是不到 5% 这样子，到慢慢也是现在增长到 10%， 我们会慢慢的增长啊，就是在 take 一段时间。但是因为这样的 policy 呢，也让很多的就是说 worker 呢，他就选择就是说就不
就是他可能先到他的这个就是爸回爸妈家，他省房租，或者是去到这个他们搬到其他，比方说这个这个 California 或者是佛罗里达这样子去，那这一部分也有，所以造成就是我们目前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房子租屋的房子呢，空屋率比较就是比较高。那所以呢，我就是会跟大家因为我挺关心、挺观察这个就是我们商业office 的这个员工的回流率，因为呢，你员工像 Midtown 呢还是挺空的，那你员工不回流的话，你楼下的店铺是没有办法生存的，那没有办法生存的话，你就接待影响到其他，所以呢，像其实像曼哈顿的很多的这个大公司呢，他们其实慢慢结合起来，希望呢员工慢慢可以回到 office 上班。那比方说，像上个礼拜 JP Morgan Chase 就宣布说，他们要他们的这个 trader，在9月22号以前回到办公室上班。但是他们昨天我读到报告，就是说他们有一个 step back。就是说，因为有一个员工呢，就是 COVID， 所以他们要上一些员工回家。但是呢，overall 呢，就是说以长期来讲，我知道大家都是觉得，就是说在家上班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家上班了。但是呢，就是说，长久来讲的话，经济是没有办法，就是。就是 sustain 的。如果说大家都在家上班的话，好，那我运要行跟，可以吧？对对对，所以我要跟大家 share，就是每个礼拜我固定跟大家 share 一些固定的 segment，然后呢，让大家有一个就是概念这样子。我来跟大家 share 我的 screen。所以 我倒是忘了怎么来 share 我的 screen 了，太久没有用。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 screen 吗？而且分两个这样。哦，OK，right here。你有看到我的 screen 吗？现在出现了，出现了吗？对，现在出现，现在是 Facebook。哦，现在是 Facebook。OK，好，你等一下啊。没有看。有没有看到？出来了，呀。Coronavirus OK，所以呢，我第一个，我们还是 fall back to，就是说这个 basic。那我每个礼拜就跟大家 share 这些，就是说纽约疫情防控呢，非常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疫情防控的非常好。那所以我这个我们这个报告呢，是以纽约市为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这个3月，you know，一直往 spike 往上，然后呢，到现在。九月，这是我们目前情况，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疫情防护哈。那所以就是说大家还是一样，就是说继续就是 wear the mask，这个真是有发挥效用的。这个 it's nothing to do with a political you know party。好，然后呢，第二个我跟大家就是update 的是我们现在纽约市的一个unemployment。纽约市的失业率这个表呢，是纽约市的就是job market 失业率，还有就是说所以我要来看的就是这边就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家有一个概念OK，就是纽约市呢从。这个是纽约市的失业就是说有发 unemployment 失业。我们看2020年，从之前 pandemic 呢，就是3月之前就说4月7，我们是3月28号开始就说纽约 lockdown 嘛。那所以之前呢，就说纽约市失业人口就是十几万。那我们从4月开始呢，你看，就是一直往上。那6月、7月，就说6月是最高，到八十万，然后现在就是7月有降了一点。那我们来则看一下失业率，因为长久以来，我们过去10年其实享有了非常好的经济发达的一个就业市场。那之前呢是3.多%，那是非常低的这个就是说unemployment rate。那现在呢，从4月开始，那我们到现在呢是7月的19.8%，那这是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失业率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反映到就是说，买家
我们来，我现在给要讲的就是说，从这个失业率呢，讲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买家的，就是买卖市场。那我想就是用一个这个 PowerPoint 的 presentation 呢，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你可以看到我的就是 screen 吗？还是一样吗？可以看到这个 Manhattan Market 的这个 PowerPoint。OK， 好，这个，我。好，我等一下，我把这个拿到下面。How do I？ 就是我把这个拿到下面。OK， one second right here。就是其实前两个礼拜我在这个 career， 就是一个 association， 我做这个就是为大家做这个summary 的 presentation。那大家希望说我可以另外一个再重新分享一次，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就是 update 了一下。那我主要 resource 呢，这些都是statistic 来的，都是市场专家他们过来的情况，所以呢就跟大家就说看一下现在呢纽约市我们主要面临的，也就是说我们一个高的失业率，那个 unemployment 高的失业率，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19% 左右哈。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大部分的公司，绝大部分的公司员工都还没有回到就是 office 来上班 remote work， 所以我们这个大概有就是九成哈，因为我依照这个 statistic 统计呢，从在八成，然后现在大概是 10% 这样子。还有就是说学生还有学生呢就是还在家上班啊，不对，还在家，就是说因为纽约市的 public school 还没有 open， 然后James， 你有小孩吗？你小孩在家？他们现在是做 hybrid， 就是一天上课，一天那个一天去学校这样子。OK， 所以一天上课，一天去学校，所以就是说，基本上呢，就是说在家时间还是挺多的哈。然后，但是纽约是在 Manhattan 的这个 public school 还没有就是 in session， 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地缘性的关系，就是说曼哈顿，我们的人口比较密集嘛。所以呢based on 的说那 information 的话是这边还没有，其实我都还没开始已经十一点半了OK， 但是没事，第一次的话我就先把大家 bring up to date 这样子，所以下个礼拜就比较快了。然后呢再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现在旅行呢就是说旅游限制很多哈，就是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个就是 tourist， 那我们纽约是曼哈顿是一个就是说 tourism 非常强的时候，所以这个区块就对我们的打击也很大。还有就是说大选到底是就是 Trump 呢还是 Biden 呢，非常的就是分歧，所以就是这个一个政治上总统大选一个不确定性。但是呢好处就是说这上面是一个就是说现在市场环境一个比较就是说不安定的地方啊，然后呢但是对于房地产市场，因为我们这是以房地产来讲，然后呢比较好的就是刚刚 James 讲到，我们就是说历史上非常非常低的一个贷款利率，那所以呢让很多人不敢相信说其实你们的那个贷款就是大家贷款的那个数量还比去年同期还增加，好像30%多 right？ 嗯，没错，对。然后呢在我下一个就是依照跟大家看一下这曼哈顿五大区，我们就其实就针对就是说大家比较华人比较就是说我们比较一般大家比较知道的这三个区哈，那这是从那个 street easy 上面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曼哈顿是蓝色，然后呢布鲁克林是橘色，然后呢 Queens 是蓝色，所以呢我们其实从这个2019之后呢，这个是这个 sales market 的 transaction， 就是说你看嘛，就是曼哈顿其实我们往下降的比其他区都还多，特别是在 pandemic 之后呢，就是说特别是在那个疫情之后，那因为疫情之后呢确实是我们是比较发生比较多人就是说往其他地方流，因为还有因为是曼哈顿的房价也比较高，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的影响是比其他区还多的。那因为布鲁克林呢因为它
顾鲁克林不是像曼哈顿一样，其实这么多的商住，所有的商业都是在曼哈顿，所以呢，顾鲁克林还是一个很住宅区，所以呢，它的影响还没有像曼哈顿那么大。然后呢，跟大家报告，也就是说，这个是Jonathan Miller， 我们就说非常信任的一个市场专家，他呢他这是他八月的一个统计报表啊，就是说八月的市场在曼哈顿，这个只是曼哈顿 Core， 可以让大家看到说，我们这个这边是四月就是说三月开始，你看就是说这个橘色的呢，这个橘色不是橘色，这个灰色的是Core 拿到市场上的数量。然后呢，这个黑色的是签约的数量。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到这边是三月之后呢，完全是急速的下降，这一定的，因为我们是那时候就三月底开始这个疫情 lockdown 到六月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这边是六月开始一旦市场开始开放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往上急速往上。这个卖的数量其实往上，然后呢，但是那个就说交易，就是说有签合约的，还是低于这个市场上的那个资金多少很多。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它的数量在往上升，然后这是 call up。对，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整个数量呢，以 co-op 来讲的话，八月跟去年同期的八月大概少了 26%。那我来讲，我 condo， 因为呢，其实我们很多华人喜欢买 condo， 因为 condo 的话，就是说你有这个产权的自主性，你可以就是说马上做投资之类的。那我们还是看一下，一样就是说从这个六月底之后呢，数量已往上上升，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从这个完全这个市场这个签约下量交易下跌之后呢，我们其实现在慢慢往上了。可以看到说市场也开始慢慢活络了，这样子就像就是说大家慢慢一些慢慢回公司上班那种感觉是一样的。然后呢，这边来看呢，就是说去年同期的八月跟今年的八月啊，就是说我们的交易量还是就是说比去年低了，就是说将近 40% 这样子，那其实都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市场上还是有在进行。那下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很多的，就是说卖家呢会希望等到这个 pandemic 交比较有结果之后呢，才会把房子放到市场上的一个情况。这边就是说在过去从三月开始从这个三月开始这个市场上的那个就是 listing 就是房子它都把它往下挪了，那慢慢就往上这样子。还有这边就是大概一个给大家一个，就是说从上面那些的就市场的chart 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对于买家来讲的话，现在其实是真的一个好的买的机会的市场啊，因为我们的贷款利率呢是非常非常低，然后呢价格呢已经不是在巅峰了。可是有些买家觉得说其实他们还想等等看，因为他们觉得说价格还会往下跌。那关于这个的话呢，我的个人看法就是说我会建议买家，因为现在市场上真的很多好的选择。三年前呢，我待会用一个 chart 用 strategy 跟大家讲一下。那你如果说因为现在市场贷款利率低，如果你工作稳定的话，你如果出去外面你看到你喜欢的话，你可以下 offer， 从那边来开始就是进行，或许呢你可以谈到你喜欢的，就是说能够接受的价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不见得说你一定要等这样子。对，那还有对卖方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卖方呢其实你把房子放到市场上below the market average 的就是要价会比这个 above market average 呢来的吸引人多了，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不管是你买方或者是租客呢，他们要的都是一个就是good deal 这样子。
所以卖方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真心要卖的话，你又要更积极了。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example， 我们上东城有一个四房的房子，要价390万，其实我们也就是说希望买家可以下个 offer， 那买家进来的这个 offer 是290万，所以他就一砍就砍100万，但是有没有成交呢？没有，因为呢这个价差是很大，所以我们现在曼哈顿呢买卖双方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就是中间的一个差异。再来的话就是说一个跟我们现在在曼哈顿看到一个很平常的现象，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市场上很多的房子在市场上卖，然后同时也有很多的房子在市场上租，那他们其实是同一套房子。为什么？就是说他想要看哪一个进行的好就哪一个，他不见得一定要卖，他想要试试看，那他也不见得一定要租。那所以就说我们现在发现这种情况是最多的。那通常都在哪样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高楼，就是说这些楼呢比方说在 Midtown 啊，在中城啊，在 Upper East Side 啊，这些高楼的地方就是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子。那因为而且他们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说这些楼都有一些就是 amenity 大楼的一个公共设施，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让很多人对于就是大楼公共设施呢他的这个需求也就没有那么的需要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在选房的时候呢就会列入不同的考量，比方说他们会希望说有自己家里有自己的洗衣机，这可能就变成慢慢更重要的。然后他们也会希望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有这个 outdoor space， 如果说但是毕竟在曼哈顿这不是一个就是说大家都能享有的啊，但是说对于这个 amenity 呢就不是那么的需要了。那在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说曼哈顿的一个就是租约市场，我大概没有我们每天都很忙，就我们的团队，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大概要为我们的客人呢花上3倍4倍以上的时间来得达到一个就是说跟以前一样，就是说这个same effect 或是 same result 或是可能还没有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呢市场上呢这个是仿这个 Jonathan Miller 的一个统计数字啊，我们现在市场上呢有在曼哈顿有15000个 apartment 在市场上租，那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的 apartment 在市场上租这样子。所以呢身为经纪人，我可以说我每天都 deal with 就是说这个屋主的 concern 啊，然后我接着我们这个 renter 的就是要求，那一个非常平常的就是要求说，你除了屋主减价之外，我们大概有一个数据，大概就是说，曼哈顿的那个租金的价格大概降低了 15% 左右。那还有就是说，租客呢，他很多我们大概有超过54%以上，超过54%以上的这个屋主呢，提供给这个租客呢免租约，免租金，可能是1个月到3个月不等。我们特别是很多大型的这个租约楼 rental building， 我们看到3个月free market rent， 那个年代又回来了这样子。那对于就是说个人市场呢，就是说个人单位的 condo owner 的话，那就比较保守一点，但是他毕竟看你所在的区，他还是毕竟要跟这些就是说 rental building 来做就是说竞争，所以是挺吃力的。我打个比方说好了，我们现在刚用一个在上东城，原本房客在6月底搬走的时候呢，他的租金是7500块，因为是在上东城呢，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 prime spot prime location。那以前的是租客租约呢，他的经纪 broker fee 经纪佣金都是租客付，他是这样一个好的一个 landlord position。但是呢，在租客搬出去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市场上并没有回升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因为呢学校大家因为是大型的，大家还就是说对于学校要不要开课还不太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的房子呢，6月底是7500，我们现在是在市场上是6500块，6500块之后呢，
房东付这个经纪佣金，然后同时还给就是一个月的免租约这样子。那进来跟我们下 offer 的这个租客呢，他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价格，因为6500块，我们上次有列6500块这个房价呢，是回到2009年我们这个 market collapse 的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的价格。那所以进来的租客，每一个租客都跟我们要2个月两个月的免租这样子。所以就给大家一个想法，一个了解，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会比较吃力一点。那在这么高的就是1500个就是 listing 情况之下呢，那大家竞争，因为 renter 没有那么多啊，因为很多 renter 目前还在外面，就是还没有回到曼哈顿。那可是呢，不代表曼哈顿是空城，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不代表是曼哈顿是空城。所以呢，网上讲的这个东西，我要一定要觉得说我要叫什么一定要站出来一个纽约客跟站出来讲说实际的情况这样。那所以但是就是说那我们目前曼哈顿来讲的话，我们的 vacancy rate， 我们的空屋率呢高到 5%， 但是我们长久以来曼哈顿从来没有一个空屋率是 5% 的，大家都是大概 以前都是 1.5 到 2.2% 左右，所以我们现在是比去年呢的同期再高了2倍以上，就是以目前呢，我们就是说目前为止我们的租约市场这样子。好，然后呢我这个是跟大家讲的租约市场。那另外一个我就是也自己去弄了一个讲住宅市场，就是说销售市场。销售市场我要带大家到另外一个我带大家到另外一个就是company Urban Dig。因为呢我尽量在就是说找就是非常能够提供即时数据统计的一个就是说company 就是 statist 呢，可以搭一个就是说最进一步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这边看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我这边完全就是曼哈顿全部曼哈顿总合起来我用的是 condo。 我为什么 focus 在 condo 呢？因为就是说我们主要是说我们华人呢一般就是比较倾向于 condo， 因为 co-op 它特质就是说你还要被面试啊，不见得会被同意这样子。那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中位价数的这个这是中位价数的一个就是价格。你可以看其实我们慢慢市场就是一直往上就是那现在呢其实没有，并没有说往下掉，这边其实就讲说，所以从这边看，中位曼哈顿的 condo 中位数价格呢，比这个是8月，比7月呢涨了一点，然后比去年同期呢，其实还高了，就是20%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目前呢，就是说成交的价格呢，其实还没有，就是说量还没有很多，还没有往下就是反映出来。再下一个。下一个图OK， 我超过太多了。这个因为我的背景是 statist， 我喜欢用 statist 来跟大家来看哈，因为这样才会比较客观。这个是这个图呢其实是很好的，这个图就是在八月的时候八月的时候呢曼哈顿签约的，就是说我们哈顿在八月签约的一个就是的情况。那所以呢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2020年就是这个颜色比较深的，好，然后呢2019年就是说这个粉红色，但2018年就是蓝色，2017年是绿色。所以呢我们其实呢，我为什么要用从2017年来到现在来看呢，我们这个曼哈顿的市场呢，其实在从2018年下半年就开始出现了缓慢的一个状况，从2011到2017 2018 上半年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卖家市场。那所以我们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主要针对现在市场来看啊，就说你看这个在1月的时候我们的市场都还是跟前两年都是变成挺好的，但是呢从3月之后往下掉，就是签约数到5月比之前都低很多，起码都是 50% 以上。六月，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说我们六月市场开放之后呢，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签约数
慢慢往上了，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你看到市场开始活络了，好，并不是说往下掉，而是开始活络。这让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现在市场的脉动情况。然后呢，下一个图呢，这个就是这个是成交的 ，OK， 刚刚那个是签约的，是一个进行式。这个是已经成交的，那通常成交的话就比方说你要把它往后推2到3个月、啊、但是我这边主要是让大家看的就是说我们八月成交的量，那表示说你八月交屋的话，可能它可能是在5月的时候签约，或是在6月的时候签约。那5月6月的时候签约呢，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在房产市场开放之前，那可以让你大家看到，就是说这是在曼哈顿的 condo 的市场，就是说比去年同期呢降低的 61%、啊、比上个月低的 30%， 但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些是在就是说房产经济还没有开放之前这样子。还有这个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市场上在曼哈顿市场上的一个就是房源的量数，可以当看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开始往上，因为现在疫情开放之后呢，我们是往上多很多。好，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好，那最后一个图呢，就是说我喜欢用图说故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那大家看一下每个月的就是说 supply， 这个我们看就看这个紫色的啊，紫八月呢七月之后，我们看从四月三月都没有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房源，但是市场开放呢六月底之后七月我们往上升。那八月一般是 summer， 是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其实都不太在我 historic 历史上来讲的话，都是等到这个 Labor Day 之后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就是 Labor Day 就是九月化之后的市场一般都会往上所以可能就是九月之后还会往上，然后慢慢就到这个就是 winter season 这样子。所以如果我的想法是说结合现在贷款利率这么低，然后呢现在市场上可以选的房源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买家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到真的到市场上去选这样子。好，然后再就是说一个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呢都会就是说觉得说我大概是多少平均的就是 discount 啊。那现在市场上有的买家觉得说他一扎去下 offer， 他就给他就是低于这个 25% 的 discount， 比这个要价低的哈。这个太夸张了一点吧， 25%。 对，就是说这个大家觉得说，就有买家觉得说我就是要这个，现在是 pandemic， 所以呢就说这个，所以他一下就低了这个 you know 这个25% 的 30% discount。 那比方说我刚讲那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390万呢，买家进来用290万这是他的买家的心理作用，那当然是双方的差距太多，就成交不了到哪里去。所以这个图呢就当时看你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平均以八月来讲的话，平均的成交的它的那个折价率跟它的要价呢是 9.8%， 可以让可能让很多人就觉得吓一跳，说怎么会这么低哈。但是我们之前呢在这个其实这是演进的，你可以看到从2013-2014，其实呢整个曼哈顿就是说因为这个图是把所有曼哈顿即使超过110间呢都有加进来，那个区它的折价率可能比较高，但是你如果是在低于96间一个主要结构市场曼哈顿呢，其实长久以来都是大概低于就是 5%-3%， 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就是那看一下确实是在往上增加，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呢25%-30% 呢这个就是说或许你可能会少数你会去看到，但是呢不是一个主要的现象这样子。那这个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成交的这个中位价数呢其实还是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说往下跌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是要用这个给大家看一下那在这个我其实刚刚大家看一下哈，就是我刚刚讲到租约，那就是说市场上的租金，那因为现在如果你是卖方的话
买家少的情况之下，你自然而然你就是租。但是呢，现在市场上租房子这个很多嘛，我们刚刚讲15000个房子，可以想你看这个租约往下，就是往下掉这样子，对，所以呢，大概就是我每个月每个礼拜会跟大家尽量报告一下这样的情况。然后呢，我想要跟大家看一下，就是说，Street Easy， 这个是以前呢，三年前我在这个就是陈东先生，他原本今天要跟 Starbucks 跟大家 say hello， 但是呢，他在录影。三年前呢，就是2017年。我在上美国就是中文电视《安娇纽约》的时候呢，跟还那时候还在用我的十只手指头跟大家讲说100万在曼哈顿呢，感觉上很少，我可能身为经纪人要带你去找100万的这个房子呢，可能十只手指头都没有，而且要用跑的，要用跑去还要跟大家用抢的。好，那我现在就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极端极端的买家的机会市场，如果你有心要买房的话，你就进场去找这样子。因为我不是，这也不是我的这个我的这个就是说职务要去跟你说服你就是去买。但是如果说你经济你就是你的 job 是 secure， 那你可以买的，有能力买的话，你看我这个 Street Easy， 它虽然说这是在曼哈顿非常就是说最最热，就是说最 popular 的一个网站，不是100%的就是说房源都在这边，但是呢起码有90%几哦。那就让大家看一下曼哈顿啊，就是说这个就没有，我这边舍的就没有包括就是110街以上了哦。100万以下的 condo 有894个。这么多现在。对，100万以下 condo 有894个让你选。所以呢所以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很好的机会，就是说那而且呢你要知道说你现在选的话，你以前都是要 big over the asking， 但是现在当然就是卖方会就是说 expand 你去就是说discount 哈，就是说你的 offer 是会有 discount， 所以你这个价格都目前这些价格是 asking price 是一个参考数据哈，所以让他可以知道一下你要买房子的话，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买家市场。那当然买家跟我说，那我觉得曼哈顿这个房源还会下跌，还会怎么样哈。那当然很多跟疫苗关系，还有跟我们什么办公室什么时候回去上班，还有跟总统大选也有关系。但是身为一个纽约客呢，我知道就是说曼哈顿的市场呢，即使呢当一个好消息一开始的时候呢，它一转，它 pick up 的速度转得很快，所以你就说我看到很多买家就是说在过去金融风波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啊，这个恢复时间要很长，所以他们就是 take a sideline 在等。但是呢当它一 pick up 的时候，他们跟不上市场的速度。为什么呢？因为你贷款时你可以问 James 哈，就是说银行怎么来衡量你，其实 James 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就是银行怎么来衡量买家的一个贷款能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买家要买这个东西，但是一旦市场价格往上跌的往上跑的时候呢，买家的薪水并没有往上跑，没有跑得那么快，所以变成他就 price out 了这样子。所以现在的低贷款利率，还有现在的房价低了，还有现在可negotiate的这个性呢空间呢，其实是买家要进场的好时机，也是买家要买好房的好时机，或是你要 upgrade 的好时机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讲到说每个礼拜我尽量跟大家讲一个好交易good deal， 那我就帮大家找了一个 good deal， 这是可能很难想象的W downtown， 大家都知道 W 呢在这个就是 World Trade Center世贸中心就是旁边 W 呢10年左右的楼，是一个豪华的就是 luxury condo， 而不是一般的这个不是一般的门房，而是豪华的 condo。 下面16层呢是下面16其实跟大家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是说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W 啊，就是说，我不代表这个卖方啊，我只是跟大家讲说，我看到这个 deal 是很好。这个是 W 它的住户的一个地方，它里面的就是说，一个大概的就是情况，都是一个高级的，这是在世贸旁边 123 Washington Street W Condo 这样子。那下面16层是 W Hotel， 但是呢，不幸的就是说，现在 W Hotel 因为就是说，这个市场我们讲没有 tourism 嘛，所以它现在已经就是关了，现在正在进行关闭的动作。那上面是 condo 这样子，但它是两个不同结构的，就是说产权是不一样的。那这是它里面一般的就是说这个房子的哈，这个 finish， 然后呢这个它的健身。然后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看到的这个 deal， 如果说有勇气的投资者，这个 51D，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赶快来找我。大家，你不要去觉得漂亮的景色，在51层51楼，然后有这么漂亮的景色，才叫价59万5。这是 two bedroom。啊？这是 two bedroom two bath， 1023 square feet， 它是真的，它没有 nothing wrong with the unit， 我去看了，它呢，这是它就真的就是这么漂亮，而且它就是景观非常非常的漂亮，它那个地板，你浴室地板的感觉好像就是皮哦，但它就是弄得很像皮的这样， it's really good， 然后呢，这个是它的 lobby， 好 W lobby。对，这样子，这个住户的那个resident lounge， 还有一个就可以看电影的地方，健身房，还有两个健身房，那他 sauna 这样子，massage room。好，那我要让他看的就是说，这一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赶快，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这个周末之后就要开始 finalize 的，他是两房99万5。然后呢，它的 monthly 是就是一样哈，就是跟一般的两房差不多哈，2800-2900左右。那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它是这个呢？屋主在这个 seller 呢，在他刚开始的时候买的时候呢，他是用230万来买的。嗯，他在那个 seller 在2014是2.25 买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当初也曾经放到市场挂，从300万你慢慢挂，好，就是到现在就是给他 seller 给他货出去了。六月的时候在市场上是162万，他现在给他货出去99万，99万是曼哈顿一个one bedroom 的价格，这样子。是，真的是。对，所以呢，但是大家就是说你要可以想，当我们市场回来的时候，这个绝对不是100万的价格。所以呢，你买家有兴趣的话，赶快来通知我这样子，非常好的通知。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因为你可能现在 suffer， 那他的就是估计那个租金的话，可能就是正市场好的时候大概7500，那现在可能 maybe 可能就是6500左右。那买家呢，很多的买家。很多的买家就是说，可是我现在买的话，我怕租不出去。好，我们一个算法就是说，你现在进场的话，你的可能你买的价格会低很多。那你在租约上，你会没有错，你买了之后，你在租约上你会减低以前你可能市场的水平，就是会减低。可是你如果把它运算，用给它一年两年的。幅度来算好了，比方说你一个月可能以前可以租4000块，maybe 你现在变成说3000，我用一个比较极端好的3500，一个月少的500块，一年少的6000块，两年少的12000，可是你在买的价格上可以拿到的优惠是更多的。对，当你两年之后翻卖的话，可能就是赚个几十万回来的。对，可能两年之后可能还不会卖，但是就是说你现在进场你可以拿到的那个 discount， 对是远远会多于你在租金上的损失，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那买
但是如果说你以买家来讲的话，你当你买租约市场往上的时候，那你也就是回到一般正常的市场，你就没有办法用好的价格来买了，就这样子，都是一样的。对，好，那所以我们一个小时了，就是说刚刚那个图呢，我承诺这些我会把它放到那个 YouTube 上，给朋友看，因为其实 James 也知道我很多是 last minute， 就是想到就是我可以做，但是我现在会每个礼拜就是这样进行这样子，对，然后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就是跟 James 就是说聊贷款的情况，然后我们希望每个礼拜三有可以让 James 跟我们报，就是说 update 一下这个贷款利率这样子。没问题，很高兴有机会，谢谢 Anne 哦。OK， 好，谢谢 James， 好，那大家 OK， 好，拜拜 ，Have a good day。好 ，Have a good day。